藏珠端藏刺，沟酒西施边藏刺，留后年前家归西，高铁北上兵不齐，光芒国君求名义，参见吾皇万岁，平身谢万岁。哎呀，万岁呀！如果就打死吾二皇万万岁，替老臣做主。孟丽君刺伤吾儿，求万岁为老臣做主。为你娘家儿女婚事，累接皇室累廷，刘皇后竟恨交加，难产而亡，国太病入膏肓，你们哪个为国王造主呢？这都是孟秉母众女心胸所得。大胆孟思源，二口之作为。哎呀，万岁，刘国舅防备之上究竟是何人所赐，又有何人作证，又有何人为凭，你们还我的女儿啦。好了，孟思源所言也有道理，孟丽君偷税生要见人，死也要见死啊。启奏万岁，当晚我饮酒过度，等我醒来才能打牢，可是没有牢到。臣启万岁，闻听雷言，两老丞相夫人请命回乡祭祖，回亲之时就有纳税女子，莫非就是那孟丽君？内侍有传孤之意，宣两老丞相上殿。是，万岁有旨，宣两老丞相上殿见驾呀。臣领旨。两下一身乱草骏马，先顾其功，后顾其家。参见吾皇万岁，老爱卿平身今天赐座，谢万岁。
岁，老臣斩落朝房，忽闻玄诏，不知有何惊扰国事。实在国丧齐州，两老太君回乡祭祖，回京途中就一纳税女子，可有此事啊？回禀万岁，有的有的。可是我心梦里去，且慢且慢，啊万岁，捉紧旧女问明身世，连其孤身已经身为一女。啊，那果真是孟丽君啊！不光是你们两亲家，加上我就是三亲家喽。哎，既为亲家，可不能成为冤家哦。老丞相，实话告诉你们，他姓宋，不姓孟。你们不要做梦娶媳妇，想得美哦。嘿，啊，如此不行，我将他拎上殿来，当面对着如何啊？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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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哼，啊，万岁，你知老臣年近花甲，膝下无子，老两口望儿子已经望天了心，好不容易收了个女儿，又物色了个女婿，了强一身性命，万想不到他想冷，他又想要，这岂不是欺人太甚吗？哦，老丞相不必张老，既然这样，儿等不可在机外生子，老相国请坐。哼，真是岂有此理。哦，罪臣钱公德叩见吾皇万岁。钱公德，在故王命你抓拿黄埔军一家归案，你为何这个模样？万岁，臣奉旨抓拿侵犯，不料黄埔军之子黄埔少华拒不潜逃，黄埔军之妻女尹良镇、黄埔张华在押解途中被崔台山山口劫杀而去，臣特此跪殿请坐。哎，大殿山口竟敢劫持侵犯，启奏万岁，带俺领兵前往太平山寨，捉拿侵犯归案。好，孤奉你大将军，你个领兵前往，秦国都戴罪立功，随国舅逃走去吧。臣命之。反对，叛臣之子出逃，孟兵部难逃庇护之嫌，定是他通风报信。你血口叛人。嘿，孟思源，你与黄埔金一家乃儿女亲家，如今他破案够头爹，你难逃中年之罪。啊，万岁，以老臣看来，年起年迈，让他谢家归天，等日后虽老失措，再掌处置。哦，孟思源听旨，万岁。年起年迈，免起故错，谢家归天去吧。尊。是可把山岸历尽地，把自恋
子瓜棒造型，已有一人愿为高太子妃，我已将这帮子人领至朝房候旨。哦，已有人人接帮，你为何不早走啊？老臣本当上殿圣旨，谁知被他们插头官司一打压，今夜王抢了。罗医师有选接帮人上殿。是，万岁有旨，选接帮人上殿见驾呀。领旨。帮人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启禀万岁，虎娘客封李明堂。李明堂，好，你须为太后精心调理。罗医师，有，将李明堂带至万寿宫。是。担心不是真，天意用尽，齐皇堂说，于是替我的病愈真，七夕女神点灯。万岁！实则万岁，高太傅下一剂汤药，巧沉睡不醒啊！那李明堂打算如何？他言道：待高太苏醒之后，再服二煎汤药。再服二煎汤药，万岁！依臣看来，
这二姐万万不可再碰了老丞相啊！你老儿红透红透到老，岂不知罪上当不报，便是不老。一名堂一心书生睁眼欲逃，早告知里边的更加糟糕，嘿嘿，更加糟糕。罗医生，有郭太郎再不苏醒，将李明堂立刻拿下问斩。是。两眼凶藏血雨脏，一身冷汗小花心为死可了，心事儿送他命一条。来来来，国太醒来之后龙体怎样？国太苏醒之后大心不知啊。啊，老丞相，你又闯下大祸了。将有一言听，奉请万岁面加赞。启奏万岁，国太大喜之后，精神更加清爽。此话当真？不敢皇奏，待我亲自看来。万岁。日家言道，许让国太静养精神，不可打扰。国太日子，请万岁将旨铺盖奉上。谨遵国太懿旨。想不到这年轻女生竟有此等妙手回春之术，真是可喜可贺吧。哎，我本是个老糊涂，只当他追上无毛便死不老，要闯下大祸来你。这个罗医师有是李明堂金袍玉带上殿见驾。是。万岁有旨，宣李明堂赐他金袍玉带，随之上殿啊。领旨。
你爱卿平身，是万岁。安详啊，江山有心出动红娘，年轻有为且下光，与反列并肩扛啊，两相聚王皇啊，丞相七八捆金刚，怎为君主杀主上啊？心王罪，小爱卿。孤伤费解，终于一介束手无策，你为何压到病除啊？士兵万岁，并非小民甚事，乃终于以胆小怕死而独派复使前言，皆因痛心念双而起，本送即使不孝为主宗教之见，终于日怕死，借用东阳而赴宴，死别欲不欲生，这种两番言，小民得点用心呀，去处即死，这国太神速事爽也。哦，这就叫年老怕死，年轻甘为儿。万岁，使者万岁，一走捧着行兵三进，边关告捷啊。大胆破阵，竟敢行兵造落，请等有何平破良策？臣请万岁，朝中无有认真观战之人，依臣看来，倒不如袭其边关，斩杀权宜之计，待吾儿征剿归来，才兴兵图真。哎呀，万岁呀！那些边关士兵共携杨戬，石虎飞天，一切速生，休要血气方刚。老丞相有何良策？哦，万岁！以老臣看来，那不起兵征讨，势必固袭杨戬，只是这兵家之事，兵家之事却是难事儿。启禀万岁，那道兵家事却犹如国太。不知千言可比也。这杀小子是杂不对咱下呀兵可从论残你杂当通红武恭喜杨戬命作通高无难难一刻不没病母妈吃红红请王子听话。
兵神两车真扎住论起切天山难兵不上诉。哎呀万岁，你请一生是尽同一说，不过是一件搜身怎堪之人。有道是君无戏言，官无反悔，如今孟思云现将兵不过去，况且国太一子普个封赏，怎有何不可怜？哦，你还请听风万岁，普封你兵不上诉，吴库昌主考刘国昌监考，你可发帮昭宣天下无惧。孙子啊万岁，你爱卿且慢，你爱卿有才有貌，福星高照，故王赵宗君主与你爱卿结了化作黄昏。
山去见奈何东方双双女流。二老痴少无子，又是无为义女。
哦，哎，我倒要问你呀，你今天落在相府出去骏马来了呀？啊，这就叫天择之合，巧言配呀。事到如今，你会有心说笑。雪晶色彩差点被你吓破了肝胆，如今我也算是祸中得福，从今往后我无虑也。哦，你改名立明堂似乎原因啊。小妹抗婚出走，途经开封，一来与永亮投身李家，你那三侄子李明堂三言结婚，九子不遇，是我为感此日之恨，对症下压，力荐豪族，不料你老伯冒烟结下黄榜，无奈冒名进京，就国泰与崔位破个风上，飞升兵部，无可长足靠。少华，那敢前来应考，为国效劳，出兵益州，救父还仇，我娘家冤情可报矣。小姐，老人如愿，固然是好。可是你颠倒阴阳，此乃欺君之罪呀！雪晶，娘。